者吴婉婷台北报道。张震今月18日获官方宣布任第71届坎城电影节金棕榈主竞赛单元评审，也是本届评审团中唯一一位华人评审。他也是继已故导演杨德昌、导演李安、影后舒淇之后第四名台湾人担任坎城评审。作为坎城的常客，张震曾先后有9部影片入围，其中《最好的时光》、《呼吸》等5部入围主竞赛单元。2015年张震带助侯孝贤导演作品《刺客聂隐娘》征战坎城，与侯导、舒淇10年后坎城聚首，引得影迷一阵回忆杀。而张震在影片中的刻苦投入自是收获不足口碑。自此时隔3年再次来到坎城，张震从带助作品参赛的演员到主竞赛单元的评审，他坦言心情很不一样，可以看到更多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好电影，很期待这一次的坎城之旅。对于好电影的评判标准，张震拥有自己的看法。好的电影是需要温度的，这个温度是可以延续并且沉在心底很久的。本届坎城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主席是时尚有型、素有大魔王之称的好莱坞女演员凯特。